好的，各位，今天又要来升级我的装备了。那有在看我第一集的《艾尔贝尔日常》的观众呢，都会知道我一开始呢，一个桃甲包偷到了一把很神的大剑啊。那我觉得现在弓箭手呢，势必也是要给他一点装备来穿一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抽这一个五具神技，希望在前面的十转之内呢，就可以抽到。好，紧张的时刻来了，拜托，一定要有。哇，那目前比较好的呢，是我们有抽到一个裤子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啊！拜托，一定要来有中，拜托！哇，这个不太妙啊！好了，各位，虽然说呢抽了一堆我们不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呢，这些装备拿去贩售给需要的人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边这个摊贩管理员米克斯进去之后呢，按展售。各位可以看到呢，我已经摆了三件，卖掉之后呢，就可以来买我们需要的武器咯。好的，各位很顺利的将东西卖掉之后呢，换成钱再拿去买我们需要的手枪，终于买到了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40等就可以穿一个90等的枪跟80等的枪哦，下面全部都用牵引石开起来了。这个小朋友不要模仿，这是一个准备被你妈骂死的一个概念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出发去练等喽。出发喽！这一关一样是有个长得很像羊驼的跟昆虫类。哇，这一层的壳有点硬哦。终于解完了，各位看到我现在回报这个任务居然高达了460,000啊，这个经验值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啦，我现在就是一个50等的状态，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哇塞，我现在终于来到这个高阶转职开放者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转的就是这一个神射手。那它需要锐金石20，然后尖金石40。哎呦喂呀！看来是没有这么多。锐金石跟尖金石呢，除了礼拜二、礼拜四的迷宫可以打得到之外呢，你可以直接去找这个摊贩管理人。如果你够土豪的话，你可以去直接跟他买。那我是选择哪一个方案呢？我就不讲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终于可以去转职了。最近真的都迷上这个游戏了，熬夜打这个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终于可以来转职喽，神射手解锁职业，好，解锁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可以使用这些神射手的技能喽。好的，那我们都知道呢，神射手最有用的就是一招突击弹幕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用这个火拼来测试一下这二转技能的伤害是如何。我是这种一口突进的感觉，有种开路的感觉吗？好的，那各位今天的艾瓦贝尔的手游时间呢，就到这边咯。我会把下载网址呢放在下方的说明栏，如果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话呢，可以从这边下载。那我都会定居在四线啊，第四个频道。如果遇到我的话呢，就可以加我好友，我都会答应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的手游时间再见咯 ，See you。